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。你给我想要的，我给你你想要的。我警告你，我要挑战我的底线。对于把你跟麦登的裸照公布到网上这件事情来说，我的要求不算高吧？钱我可以给你，照片给我删了，滚出我和麦丁的生活。那就要看这张卡里的钱能不能够让我闭嘴了。其实你知道，我更想要的是你。别做梦，试试吧。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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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。你好，我叫李伟。有自己的光芒，为什么我学不会飞翔？阿爹，有了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有了阿爹，阿爹，大大的家乡，看不清自己的模样。你给我所有的力量，你就是力量。曙光带来阳光。现在给你们播报的是一头不再有你的天空。